Welcome to China, Hebei Qinhuangdao, Bank of Qinhuangdao and Joy Cup, the 11th World Heyball Masters Grand Finals. 接下来要进行的是第四阶段败部第三轮第33-40场的比赛。Next up is the third round of the fourth stage loser's bracket. 下面介绍本场比赛出场的裁判员及运动员。The following are the referees and players of this session. 一号台裁判员龙飞，记录裁判员玉林。Table 1, referee 龙飞， record referee 玉林。运动员日本选手大井直幸。Naoyuki Oi, Japan. 英国选手艾登谢拉夫。Eden Shiraf, the UK. 三号台裁判员何秀红，记录裁判员范文涛。Table 3, referee 何秀红， record referee 范文涛。运动员马来西亚选手莫景浩。莫景浩 Malaysia。 中国选手朱龙。朱龙 China。 五号台裁判员李亚帆，记录裁判员刘法恒。 Table 5 referee 李亚帆， record referee 刘法恒。运动员中国选手石汉清。石汉清 China。 中国选手耿明奇。耿明奇 China。 八号台裁判员刘媛媛，记录裁判员徐锦言。 Table 8 referee 刘媛媛， record referee 徐锦言。运动员中国选手单宏宇。单宏宇 China。 伊朗选手穆罕默德阿里波代尔。穆罕默德阿里波代尔 Iran。 十二号台裁判员张娜，记录裁判员傅依然。 Table 12 referee 张娜， record referee 傅依然。运动员英国选手凯莉·费雪。 Kelly Fisher, the UK. 中国选手吴振宇。吴振宇 China. TV2 号台裁判员卢冰霞，记录裁判员温龙、于美子。 TV2 referee 卢冰霞， record referee 温龙、于美子。运动员蒙古选手俄铁木真。俄铁木真 Mongolia。 中国选手楚秉杰。楚秉杰 China。 TV1 号台裁判员张月秋，记录裁判员张毅、王锦一。 TV1 referee 张月秋， record referee 张毅、王锦一。运动员中国选手戴勇。戴勇 China。 菲律宾选手约翰楚阿。 John Chua Philippine。 现在比赛正式开始。 Now let's get started。 请双方选手争夺开球权的权，听我口令，预备三二一，开始。楚秉杰获得开球权的权。
比赛开始，第一局楚秉杰开球。开球时机 ，illegal break。OK。继续击打。第一局和田木真胜，比分1-0。Thanks。第二局，俄田木真开球。
寺庙。岩石。岩石。第二局楚炳决胜，比分1-1。谢谢。
三局，楚秉杰开球。开球时机，你已经开球时机两次，再有一次判负一局。你看，重新开球，谢谢。第三局，俄铁木真开球。
三局主比决胜，比分2-1。谢谢。开启技术风模式。开启暴力冲模式。皮尔利为中式台球而生。第四局，俄铁木真开球。犯规。先后自由球。10秒。10秒。
十秒。延时。十秒，延时。第四局由Temuujin胜，比分2-2。谢谢。第五局，楚秉杰开球。
十秒，延时。
第五局由铁木真胜，比分3-2。谢谢。第六局，俄铁木真开球。10秒。10秒，延时。
十秒。五。六局，楚炳杰胜，比分3-3。谢谢。乔氏大师赛官方供应商，正红胶边均匀回弹，铸就一流打感，持续助力中式台球职业化联赛，制造好球桌，胶边选正红。七局，楚炳杰开球。十秒。Thank you.
十秒。犯规。自由球。晋级楚炳决胜，比分4-3。谢谢。
第八局俄铁木真开球。十秒，延时。十秒，五、四。第八局俄铁木真胜，比分4-4，开球清台，谢谢。
第九局，楚秉杰开球。第九局，楚秉杰胜，比分5-4。开球清台，官方暂停10分钟，10分钟未到，判负一局。转眼时光的进度条，走过了25年。这25年，我们陪伴千千万万，走过春夏秋冬，牢记使命与责任，坚持精诚与担当，投入家。给予创造，守护每一份信任，不负每一分期待。我们赋能实体经济，用心用力为地方实事出谋划策，保驾护航。我们扎根本土金融，全心全意为惠及民生反复斟酌，精雕细刻。我们探索便捷科技，至善至美，将数字化融入生活服务点点滴滴。我们追求改革创新，重塑金融智慧想象，从每一个细微出发，拉近新的距离。我们在意每一个需要，在打造金融服务的道路上，每一步都竭尽全力。25年时间已然给出了答案，我们期待你，请听您，服务您，我们是。
秦皇岛银行。乔氏金腿追分神器提醒您，精彩比赛马上开始。天鹅酿酒集团是一家全球综合性酒类集团，在立足亚太、聚焦中国、放眼世界的全球战略引领下，以葡萄酒酿造与品牌塑造为核心理念，历经12年的探索奋进，已经成为中国和澳大利亚两国最具影响力的葡萄酒企业之一。企业获得澳大利亚优秀出口企业、中国葡萄酒市场年度价值企业等荣誉，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集团董事长、澳大利亚葡萄酒烈酒协会会长李卫的悉心引领。集团旗下核心酒庄天鹅庄的荣誉从未间断，产品更是屡获国际大奖，现已成为中国市场影响力和美誉度前3名的进口葡萄酒品牌，并被多个机构选为重要活动的指定用酒，更是频繁出现在国际体育赛事、文娱活动等重要活动赞助上为嘉宾助兴。天鹅集团坚持葡萄种植、葡萄酒酿造和品牌运营的全产业链直控战略，坚持深耕上游，目前在澳大利亚拥有3大酿酒基地，沿着百年葡园一路走来，在跻身世界一流酒业集团的征途中，天鹅酿酒集团秉承以匠心酿造美酒，以诚信拓展商机，以创新铸就品牌的经营理念，大踏步地向前进。开启技术冲模式，开启暴力冲模式，皮尔利为中式台球而生。秦皇岛银行，一家有责任、有担当、有文化、有底蕴、有温度的银行。第11届中式台球国际大师赛全球总决赛首席冠名合作单位，唯一指定金融机构秦皇岛银行。镇宏胶边，声音小，弹力大，国内权威橡胶高分子专家合力研制，领先的制造工艺和设备，恒温无尘车间打造台球职业联赛所需标准，冠军500万乔氏大师赛官方供应商。镇宏胶边，均匀反弹，铸就一流打感，保障公平竞赛，持续助力中式台球职业化联赛，制造好球桌，胶边选镇宏。护翼台球灯具采用最新无蓝光护眼技术，拍照直播不失真，畅玩又健康。针对掘金九球、中式八球、斯诺克等均有特定灯具，护翼灯具照亮的不只是一张球台。中式台球俗称黑八，是一项原创于中国的运动，在乔氏的推动下已走进全球64个国家。大家好，我喜欢乔氏中式台球，风靡全球的中国运动。不畏磨砺，披荆斩棘，10年一剑，只为把最好的给你。野豹球杆，百台泥就上蹭个够，进口国产随你挑，不仅品种全，而且更省钱。你想买的台泥蹭个够都有。球房要省钱，就上蹭个够。LR3 以一颗匠心，超过30年的经验累积，全世界数百万使用者的反馈数据，懂球，懂力，更懂你。伟力品牌始创于2002年，是世界著名台球杆品牌，致力于潜心研发全新球杆产品，种类众多，打感优越。伟力，释放你的威力。我是裁判王忠尧，工作时严谨，工
方正是我的态度。打球时，我使用赛克斯巧克粉，轻松应对各种加赛难题。暂停结束，比赛继续。第十局，俄铁木真开球。等会儿再拿。十秒，五、四、三。十秒，
十秒，延时。十秒，五、四。十秒，
十秒，延时。十秒，第十局朱炳杰胜，比分6-4。谢谢。第十一局，朱炳杰开球。十秒。
十一局福井决胜，比分7-4，开球清场，谢谢。第十二局，俄铁木真开球。十秒，延时。十秒，十秒。等一下，等一下。
十二局，和田木真胜，比分5-7。谢谢。中式台球，俗称黑八，是一项原创于中国的运动。在乔氏的推动下，已走进全球64个国家。大家好，我喜欢乔氏中式台球，风靡全球的中国运动。不畏磨砺，披荆斩棘，十年一剑。只为把最好的给你。野豹球杆，第13局，出殡接开球。开球失计，开球失计3次，出殡接判负一局。第13局，和田木真胜，比分6-7。第14局，和田木真开球。开球失机，开球失机2次，再有次判负1局。继续击打，
10秒。延时。犯规。自由球。10秒，延时。10秒。
比赛时间已过半。第十四局，朱炳杰胜，比分8-6。We just have one illegal break. I'm sorry. Okay. 不好意思。第十五局，朱炳杰开球。10秒。
15局，朱炳杰胜，比分9-6。开球请谈。谢谢。买台泥就上蹭个够，进口国产随你挑，不仅品种全，而且更省钱。你想买的台泥蹭个够都有。球房要省钱，就上蹭个够。LR3 以一颗匠心，超过30年的经验累积，全世界数百万使用者的反馈数据，懂球，懂力，更懂你。16局，俄田木真开球。10秒，延时。
是没有。五、四、三。六局，楚景杰胜，比分10-6。谢谢。
第十七局，楚秉杰开球。延时。第十七局，楚秉杰胜，比分11-6，开出清茶，谢谢。第十八局，夺铁木真开球。
吃面。延时。十秒，十八局，朱炳杰胜，比分12-6。官方暂停10分钟，10分钟未到，判负一局。秦皇岛银行，一家有责任、有担当、有文化、有底蕴、有温度的银行。第11届中式台球国际大师赛、群球总决赛首席冠名合作单位，唯一指定金融机构，秦皇岛银行。沪意台球灯具采用最新无蓝光护眼技术，拍照直播不失真，畅玩又健康。针对掘金九球、中式八球、斯诺克等均有特定灯具。沪意灯具照亮的不只是一张球台。乔氏金腿追分神器提醒您，精彩比赛马上开始。
皮尔利为中式台球而生。小麦皮头，轻松上手。中式台球，俗称黑八，是一项原创于中国的运动，在乔氏的推动下，已走进全球64个国家。大家好，我喜欢乔氏中式台球，风靡全球的中国运动。有时候，看见和看见不一样。外界的维度，取决于内心的态度。面对前路的未知，我看到的是未来期许的付出与坚持。面对攀爬的曲线，我看见的是厚积薄发的实力与磨练。面对灿烂的笑脸，我看见的是由心而生的温暖与牵绊。当我付出时间只为了一小步，当我不断重复只为了不让步，即便风雨兼程只收获些许青睐，我却更懂了用心的重要。它是逆势里砥砺拼搏的不屈意志，是喧嚣中沉着自信的笃定从容。时代竞进，步履不停，我们都在为成就美好的未来努力追求。我是为你解围的那双手，也是与你并肩眺望的那双眼。我是秦皇岛银行。暂停结束，比赛继续。第19局，楚秉杰开球。开球失机，重新开球。
第十九局，俄田木真开球。开球时机，开球时机两次，再有次判负一局。重新开球，第十九局，楚秉杰开球。本场比赛结束，楚秉杰胜，比分是3-6。恭喜，谢谢。开球精彩。